大家早上好我们翻到134句115页。齐家呢这个物的部分择友而交。第一句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这个方呢是品类，底下这个注解，方有类，物有群呢，则有同有异，有聚有分也。顺其所同啊，则吉；乖其所去啊，则凶。故吉凶生矣啊。好，当然是同于善，同于君子会吉祥；同于恶，同于小人呢、就凶啊。当然啊，比方说我们不同流合污啊，不跟他们同。而且呢要慎于开始。不然你没有慎于开始结果他们是想谋私利了。可是你又在其中他可能会对你会有这个不好的心念。可能哎呦你知道了那我们到时候会不会被他泄露了所以这里有提到说乖其所去他们都是要谋私利的，你跟他们不一样了，可能就会有危险了所以道不同不相为谋。而且佛门有一个词叫共业。你觉得他做的不对了就不要跟他共业。好，所以还是慎于开始还是蛮重要的。那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呢这个也是很自然的感召。俗话说的龙交龙，凤交凤，老鼠的孩子会打洞所以这个组成家庭这个也是夫妇的感应我们前面提到了这个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这也是文王的想这个招感一个好的女子来辅助她把国家给治理好。这是一个好的心念。好，那包含君臣你看太宗他能感那么多贤臣呢因为他真心为百姓好。赶来的臣子跟他相应假如是一个喜欢喜欢听好话的领导那他可能就会感召来这些巴结谄媚的下属那我们这里是择友而交所以这个朋友也是感召的你喜欢玩乐那可能就感召这个玩乐的朋友。喜欢吃的就感召吃的朋友。自在圣贤之的人可能就感召志同道合的人。那既然都是感召那不能埋怨。所以祸福无门，为人自招，都是自己感召来的。好。
好，我们看下一句啊。135句，孔子曰：“居而得贤友啊，夫之赐也。”啊，这个赐是泛指啊所在之处。啊，这个《论语》说的“礼人为美”啊。好，所以所居之处呢，有贤德之人呢为友，这个是真正有福之地了啊，福气之所在啊。所以《三字经》“昔孟母，择邻处”啊，他是为孩子选择的。当然，我们自己也要选择啊。啊，这个佩玲说是择邻啊。诗语是说择校的，对，这个都是环境的重要哦。所以五种仪规里面有训俗仪规，叫风俗的影响，潜移默化，甚至是随时随地啊在影响啊。好，所以我们这个为什么？要求生极乐世界，跟这个也关系的。诸上善人聚会一处，好啊。我们有时候也不能太高估自己了，没关系哦，我去转它，不被它转哦，那要真有那个功夫才行啊。哦，就好像。没关系，这五浊恶世啊，我发愿啊，再来下辈子再来弘法啊。但是你不知道，自己会不会退转啊？会不会隔音之谜啊？就做不了主了啊？哦，所以。这个佛门啊，有一个公案，你看苏东坡，他前世就是五祖戒禅师啊，修行算很高了，啊，但是第二世就不如啊五祖戒禅师这一世，啊，苏东坡下一世啊又更退了，啊，所以我们这个娑婆界是退缘比较多，啊，所以我们还得。听释迦牟尼佛的劝啊，求生净土，这个也是一个做事的态度啊。什么态度呢？还是稳妥一点好哦，不要掉以轻心啊，有危险的，还是别啊，有可能会做不了主的，这个还是。不要轻易这么去做哦，而且你看阿弥陀佛考虑得很仔细的啊，知道有一些啊修行的人呢啊利众的心很切啊，除其本愿为众生故啊，利众的心很切啊，但是你只要到极乐世界了。得阿弥陀佛加持，你就是阿惟越之菩萨了。再回来啊，就哦不会退转。我们说的讲究策略啊，稳当一点比较好。136句啊，与善人居啊，如入芝然之室，久而不闻其香啊，即。语之化矣啊，这一段话呢是交友啊，而且是用譬喻的啊。与善人相处啊，就像进入有香草的房子啊，放有芝兰等香草的房子啊，时间一久啊，就闻不到香气了。
这表示自己已经很融入其中了。好，与不善人交，如入鲍鱼之肆。好，这个鲍鱼之肆是卖腌鱼的店铺。啊，久而不闻其臭，亦与之化矣。啊，你大家应该都去过海边吧？哦，尤其是那个虾子的味道。哇，那个味道好浓啊。啊，因为我是在海边长大的。啊，不是是海边生的。三岁之后就到都市去了。哦，这个也是我父亲可能是择恶凌处。哦，我每天只要没有上学啊，都会被学校的钟声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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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敲醒了啊。因为我们家离学校差不多200公尺吧，就到了啊。哦，所以这个有时候回到渔村，哦，那个味道确实是很浓啊。所以父亲还是找房子的时候都考虑在学校方便。哦，那时间久了也闻不到那个臭味，也是被臭味同化了。哦，所以是以君子啊，必慎其所与者焉。哦，所以这个君子一定要谨慎选择朋友。还有环境，这一点。啊，昨天跟大家也提到啊，我们怎么护念自己啊。几个同学也都有静下来思考。啊，其中也都有提到呀，善有为一啊，比较能够啊，因为当局者迷嘛，旁观者清。当然我们要感召善有为一啊，也是我们的心感召的啊，心一定是闻欲口，闻过心才能感召直量是见相清。这是我们养成一个习惯，你要有这样的果啊，你一定要先种因才行啊。我们其实是比较习惯求一个好的结果，但是没有深刻去思考因，甚至于是在看到别人有好的结果的时候啊，还会产生一种嫉妒，他看不到因。那这样的心念就是愚痴的，这样的心念也会造很多业，他会嫉妒，他会嗔恨。哦，曾经我有一个大学同学，啊，因为我们呢认识的朋友圈呢、啊、有不少是重叠的，哦，那有一天他就是很不平啊，他就跟我说了。他说那几个同学呀、啊、我常常给他们打电话啊，你呢一年也打不到一次两次啊、哦、可是他们跟你讲话比较轻，跟我讲话没那么轻。哦，他就有点不平衡。他也不知道原因在哪。其实就是啊，你要跟人交心呢、啊，你不要带着目的性。哎，那人家感受的，对方感受得到。啊，你是无所求的去交往，哎，人家心里很没有负担，很放松。啊，虽然久久没有联络啊，但是那种问候都让对方很感觉你很真心关心他。就打开话匣子就比较多可以聊。
啊，你很刻意的时候，可能那种心念的对方也感觉到了。所以要看自己的心念不容易啊，因为这个才是根本。一切法从心想生嘛，自己的心啊，才是啊，发展成我们眼前啊，家庭关系呀、啊，朋友关系的一个根本。好，哦，那这个善有为一很重要哦，哦，包含都提到啊，要守戒定慧三学啊、哦，戒啊都有提到要定课啊，这个戒当中啊，我们说摄心为戒啊，自己身口意啊不要造恶。古人都是用功过格，嗯，啊，因为自己也常思考一个问题，哦，比方，哎，古人都要下这个功夫，我们今人能不下吗？哦，哎，老和尚都要下这个功夫，我们能不下吗？哦，哎，这个思考啊。蛮重要的，不然我们很容易啊，把修行啊看得太简单。哦，因为有时候我们是在福报当中，你觉得也没啥事，没什么很烦恼的事，哦，你就不够勇猛精进。诶，可能你年纪稍长了啊，五六十甚至七八十了，你的业开始现前啊。印光祖师说都被无常吞了，诶，突然啊，比方说你现在年纪大了，突然你发现呢，你记忆力开始衰退了，你到时候再来紧张啊，哎呀，我会不会老年痴呆症呢、啊？会不会失智啊？哎，你们现在才二十多岁哦，可是你们有没有发现现在失智的人多不多？比例不小哎。哎，这些人有没有在给我们说法？我刚刚讲的不是指一般人了，修行人也不容易避免了。可是问题那是业力现前了，那代表什么？前面修的不够精进。但是大家不要误会，这个精进是不是向上的哦？调伏习气为精进，你习气调伏了，你才能不造形殃。你习气调伏了，看不见的冤亲债主才能跟你慢慢化解。你习气没有调伏，这冤亲债主不佩服你，你又气衰了，他铁定要讨你的债。哎，所以一个人好像没啥事啊，你不要觉得你修得好，你要关照自己的心念，你心念能不能包容人？你心里还常常在绕以前那些事。哦，都还在计较，等你福报花的差不多，一定会有业力现前。没有一个人去极乐世界是轻轻松松就去的。三善道是消福报啊，我们可能在消福报过程当中，对修行这件事啊掉以轻心了。这也是我今天早上听老和尚的播经机啊，老和尚说你不重视扎根啊，你根基不牢啊，你衰了，临终了，冤亲债主看得到啊，啊，你比方你特别容易生气的，哇，变现一个会让你看的。
生气的样子。人气衰了，会看到很多死去的人。啊，其实那都是冤亲债主变的，变成他的精气，这样动你的心。所以修行人要常常检查自己的状态，勘验自己，还有没有不能包容的人？你还有啊，迟早啊出现境界考你。哇、哦，你这个性格啊，特别乱操心的，哎，子女啊都不用操心，可是子女不用你操心，你自己脑子里有没有在乱操心啊？只有自己知道。子女不用你操心了、啊，有时候是福报哦。但他们跟你都是善缘，但不代表你的个性已经磨到放得下了。哦，我感觉我们这一两代人呢、啊，因为比较少逆境的磨练了、啊，太平时期了。你看那老和尚十几岁的，那国破家亡啊，你看就走了十几个神啊。你说有一些情况是机枪的声音都听得很清楚了，你看离日军多近了、啊。这种人生经历过来的，啊、哦，我们一生出来都没吃过什么苦，养尊处优啊，啊，所以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要多一些锻炼呢、啊，磨练呢、啊，不能太顺呢、啊，顺境淘汰人，勇于承担工作。啊、哦，我们也经历过很多事啊，看过不少人啊、哦，有时候看到年轻人，哎呀，这个就富贵相，一看就是都是人家呵护的，啊、哦，那个要扛责任不容易的啊、哦，除非他自己有发愿才行。哎，好哦，所以这个身口意啊，你是要能摄受住的。严净三业为持戒，你真的是啊，要在人世境缘磨啊，磨到不及他过啊，专求己过，不择人非啊，不然这个向外的习惯也是很强的。那我们一动情绪骂人了，就火烧功德林。所以戒是身口意要摄受住，严净三业，摄心为戒。所以常常、哦、刚刚提到了为什么诶古人都下这个功夫，而且大家有没有看他们下功夫的过程当中也不是一步到位啊，大家看看了凡四训，看看《于经》《愚公》《愚少神记》，也是起起伏伏，很厉害哦。哎，大家有没有曾经用功、下决心，然后起起伏伏？假如都还没有，那就是还没真下决心呢，啊，去突破了。好、哦，好，这个是。啊、哦，我们从了凡先生呢，还是要用功过格为好。哦、那老和尚有强调，以这三根为功过格对照，哎，才能比较容易看到今天身口意有没有违背了这个《弟子规》《太上感应篇》啊、哦。那十三页我们就以十条来关照。好，定呢？啊，读经念佛，这个都是习定啊。会是听经闻法啊，你不闻法啊，古人说三日不读书啊，面目可憎。你看，这个都是古人。
古人的程度啊，应该是超过我们，我们是在简洁哦。所以这些话我们都要重视哦，不要掉以轻心哦。哦，包含老和尚所三个条件。我个人看法，你不守这三个条件，心要清净是不可能的。哦，你们假如真的遇到没守这三个条件心清净的，一定通知我啊！哎，我得去研究研究啊！啊，我个人感觉不可能，因为我们的根性比不上老和尚，除非他从胎教开始，万法是因缘生的。我们的因缘是这样的，自知者明啊，我们得清楚自己的状况，不能掉以轻心了。哦，包含也有提到啊，要用三星啊，此星、卫星、永星啊。其实这三星啊，就是菩提星了、啊。此星就是尊重己灵啊，哎，劝发菩提心文。卫星呢？忏悔业障，你不忏，这些都会招来果报哦。哎，永心啊、哦，你尊重己灵，也会有永心啊。啊、哦，再来，你为佛法、为众生念正法久住，这也是一种永心啊。啊、哦，所以这个就跟愿力有关。愿力要大过业力啊，不然业力做主啊，我们自己就半点不由人，万般皆是命。好，好，哦，那这个刚刚提到呢，会须靠文法啊，我们现在有好处了，播经机呀，随时可以听啊，包含大家一上网。都查得到，可是你不要一上网看别的就麻烦，就被拉过去了。大家去观察观察，啊，你看别的，哎，对自己心念的影响大不大？还是挺大的。你只有自己深刻感觉了，你要更挚爱了，你就不愿意。慢慢你才能够放得下，这个别人强迫不了我们的。哦，那佛门讲所缘缘，你自己所缘缘就是你愿意去接触。哦，真的是初发心啊，成佛有缘啊，承德一开始接触到老和尚的经教，只要有时间就听了，吃饭啊，开车啊，好像如瓶得饱。现在比起出发心还弱一点，大家要更下功夫才行。啊，所缘你去接触，无间不间断的去接触。啊，为什么极乐世界成佛快？他六层说法，他六十的说法，你整个学习就没有间断。我们修学就怕间断，一间断就退回去了。啊，昨天跟大家说，李老说上15天啊佛学讲座，看一场电影就回去了。哎，好，我们都有很好的真上缘啊，遇到念佛法门，遇到老和尚啊，包含遇到。院长、教授们，这个都是很好的缘啊！有没有看院长啊？可能很早就在办公室了，甚至于根本就没回去了，哦，完全都在啊护持汉学院的工作里。这样很有愿力才行。哦，
不然让你一直在工作啊，你会很烦躁的。这个都有愿力的，啊，都有定力的，啊，好。我们看下一句啊，137句。夫人虽有性子美而心变质，啊，子美啊，这淳朴美善，啊，变质明辨事理，有才智，啊，是说啊，人虽然有淳朴美好的秉性，啊，也是比较有智慧的，比较聪颖的。啊，清楚明白的智慧啊，这是你过去生带来的。哎，可是你还是要有真善缘，是吧？不然这些好的你带过来的特质，它不进则退路。哦，所以我也遇到一些同修，他们过去生带来的天分确实很好。啊，但是我都提醒他们，你不要吃老本。啊，那是你本来带来的，可是你这一生没有太大的长进啊。哎，但是人没有看到这一点，他会觉得，哎，我比别人好哎。他没有看到自己不够精进了。哎，所以不能知少为主。所以有才能的人很容易就觉得，诶，别人不如他了，他慢性一起就上不去了，其实都是利众的心不够切。你假如利众的心切，那能力要越来越高才好利众嘛。好，那所以有好的本质啊，但必求贤师而事之，则贤友而友之。哦，得贤师而事之啊，则所闻者，尧舜禹汤之道也。哦，亲近好的老师啊，来侍奉啊，哎，你所听闻的都是这些圣王修齐治平之道了，啊，得良友而友之啊，则所见者，哎，忠信敬让之行也，啊，这个是得良师益友的影响了，哦，那这个善友交往啊，所闻的都是忠诚、信实、恭敬。礼让的善行，哦，啊，身日尽于仁义而不自知者，啊，迷使然也，啊，啊，这个迷是潜移默化，啊，熏染的，哦，哦，所以自身。时时在进步于仁义之道，自己也没有觉知。啊，这个有一段话也是提到了朋友对我们的影响。啊，就生我者父母，成我者朋友。啊，亲父善友，如误入中行。啊，你在森林里面，哎，那个淡淡的雾啊，虽不湿衣，你衣服虽然没有湿掉，哎，它时时有润，一点一点在影响啊。那这个佛也说到啊，末法时期啊，邪师说法如恒河沙，所以现在好的老师啊少，邪师多。
这是我们所面对的情境哦。啊、哦，我好像有一个同仁啊，一个同学问我说：“哎，这个某某老师说跟你很熟，哦，哎，他现在也在教传统文化嘛，啊，他就问陈德说：‘哎，这个人你认识吗？’我说我不认识这个人。”哦，结果这个老师也就是说，他跟我很熟啊，是不是？你看这样的老师，他已经在撒谎了。哦，哦，而且这个同学问，是因为他的一个好朋友都跟着这个老师在学。所以这里就凸显了，常常会标榜谁谁谁跟他很熟的。这个人不靠谱，你们都要会判断，事思明，听事从。啊，我见过啊，出家在家学佛，都十几年、二十几年都有，最后还有跟邪的走的，都见过。所以大家这个判断力一定要形成。我所知道的是圈内的人，不是圈外的人。而遇到老和尚这么好的老师，他假如没有形成判断力，啊，甚至于是他有一些修学很不好的心态，他没有洞察到。比方说喜欢神通，你喜欢神通啊，就很容易被拉过去的。哦，比方昨天还有人问，哦，这里说念佛超度很厉害啊，什么梁武帝都被他们超度了，啊、哦，谁谁谁都被他们超度了。我跟你讲，保证这个有问题。为什么？第一个，一直在标榜自己的，在心态上就会慢慢偏了。修行人都是什么？你看这里讲到的。忠信敬让，他都是比较谦让礼让的，哪有一直标榜？而且说实在的，没学佛的人听这个说法，你说人家没学佛的怎么看？你们都讲那些根本没有办法证明的事情，给人家反感了，是吧？哦，你假如真的哦，那个助念。哇，人家闻到异香了，哎，真的有啊！这个王者啊，阿弥陀佛来接我，那是人家刚好现场看到的，那么多人都可以证明，是吧？哦，就像净土圣贤录这些公案，你假如净土圣贤录里面放进什么李灵甫也被我超度到极乐世界去了啊，梁国忠啊，你讲这些都。这我都听过啊，这样的人都已经狂了、邪了，啊、哦！所以我现在感觉最大的问题就是呢，佛弟子啊，没有小乘基础，做人做事的心态他都不懂，哎、嗯，哦，你说这真的有这个儒家？的基础，他会这么讲话，他就能敏锐了。这样去讲，铁定人家会生疑心的。他就已经没有这个做人基础，都好名了嘛。所以后面有讲，米不有出啊。哦，有时候你一开始，比方说去助念，开始的心也是很好，慢慢的。哎呦，很有瑞相啊，什么什么就开始标榜了。所以一个团体要持续啊，他的道风学风也不是容易事情。我们都遇过佛教团体啊，一开始很猛啊，那个窗户都有法轮现出来、啊，这都是瑞相啊。可是问题来了，你开始标榜了，你就着魔了。
明文丽啊，就是都是魔。哎，所以不管什么境界，不执着，不要放在心上，就是好境界。清净心重要了，可是问题是，你真的有一直在强调这些的，那就麻烦了。哦，所以大家会判断哦，不止你自己要会判断，你一有机会，家族忌讳啊，这有那个机会点，要赶快提醒大家判断善知识。不然有可能你的亲戚朋友什么时候落入邪教，你就遗憾了。现在好多邪教都是说，哦，我跟着老和尚学的，然后都加很多他们的东西，就偏掉了。啊，讲很多附体，那都不妥当。第一呢，要有师承。啊，《六祖坛经》里面讲，魏婴王佛以前有无师自通，魏婴王佛之后就没有无师自通。他的老师，而且他的老师也要有沉船，而且是真正从高僧大德那边传下来的。大部分的邪师啊，光这一条都没有，都是什么？突然间他开悟了，什么他都知道了。现在的人啊，喜欢标新立异啊，所以这些邪师就投其所好了。好，第二呢？佛菩萨不以神通度众生。再来啊，孔子也好，佛陀也好，都是利益众生，所以他无所求，他不会啊，要赚很多钱，他不会啊，开凯迪拉克的。凯迪拉克，哦，他不会开劳斯莱斯的。他这个就违背佛的以戒为师，以苦为师嘛。啊，我听说还不止一台，好几台。哎，再来，不要。哦，他说，哇，我要开多大的道场啊？你要注意了，印光祖师说的。道场常住不要超过20个人，这些话重不重要？请问大家，我们现在的根性比起印祖那时候的人高还是低啊？哦，那印祖都说不要超过20个人，所以你现在组织一大，里面的人我是非就很多，你怎么去安众生的法身慧命？根本不可能。所以老和尚一直呼吁啊，不要盖大道场。这些真的都是为弟子、为众生负责任。好。哦，所以不要名闻利养的哦，善知识。啊，再来他谦虚的。哦。好。哦，除非到了没有人站出来，他当仁不让，不然一般他都是谦虚的。第四呢，言行一致的，这个要观察。你看老和尚劝勉我们，包含还劝勉所有要从事教学的传统文化老师啊，应该具备什么素质啊？不贪不嗔不痴不慢不疑啊，还有温良恭俭让，温和。善知识没有啊，动不动就发脾气了，那他修养还早的呢。善良都会替人家想啊，你看韩馆长。哎，人家拿供养来了，看数目不小，
你先生知不知道你要捐，都替人家想，不然你造成人家家庭纷争怎么办呢？哦，这些都是我们的学处啊，哎，恭敬、节俭、谦让。哦，还有三知识一定懂啊，人情事理。啊，你心柔软了，就懂人情事理。啊，不懂人情，不懂事理啊，会伤天害理啊。啊，这个是李老提醒的。啊，所以李老说，你要弘出世法、世间法要懂，开出的书单啊，大家有时间就要多积累啊。五种仪规、四书、古文观止，哦，还有啊，《玉批》《通鉴辑览》，这是历史，长见识啊。好，我们看138句啊。啊，人之交是也。啊，人与人交往了。啊，是一般指读书人啊。哎，仁爱笃素，谦逊敬让。啊，怎么跟人相处啊？啊，社会当中常说人际关系学啊。这一段话讲得很精辟了啊，要仁爱，爱人者人恒爱之啊，而且要笃素啊，你看这个笃就是很实在，随时可以提起来。其实这个素道还一开始还时而勉强啊，孟子说抢素而行，我们想自己比较习惯了，自我感受容易先现前，就要有警觉性啊，先替人家讲。谦逊礼让啊，忠诚发乎内，信孝助乎外啊，这个忠诚发自内心啊，信用啊显扬于外。凡出言信为先呢，很重视啊。流言无所受啊，不听信啊，流言蜚语啊。在汇编当中有一段话啊，这个也提醒我们，这个谗言是挺厉害的。啊，我们前面也提到，曾子母亲呢，听到三次曾子杀人，他也有点惊慌了啊。所以谗言甚莫听啊，听之祸殃解。啊，君听臣当诛，这个臣子就有危险；父听子当绝，啊，可能要决裂了。啊，夫妇听之礼呀、啊，兄弟听之别，可能就分别了。朋友听之疏，朋友听了谗言疏远了。骨肉听之绝，可能就断绝了。这些亲人就不来往了。所以堂堂七尺躯啊，莫听三寸舌。舌上有龙泉，杀人不见血啊。哦，所以这个你一听流言呢，哎，你这个五伦关系相处啊，铁定了就产生化学变化，有嫌隙了、哦、所以人与人贵在相知、哦、你看《论语》里面说的静润之正，夫受之术不行焉，
可谓名也义也。啊，敬润之术之正，夫受之术不行焉，可谓远也义也。这句话大家有没有印象？你看，一条毛巾可能沾到水了，哇，它马上就那个水就啊，这个毛巾很快就渗透了，就那个残影一点一点影响你，不知不觉啊，肤受，哎，这个皮肤上好像没什么灰尘呢，哎，可是你一天下来，等你洗澡的时候，哇！可以搓出不少来，哎，都不受这些这些正言离间的，这是明白人，这是看得很远的人，好。你说唐太宗那个时代。哎，也很多臣子啊，被人家诬告，哦，也都是太宗啊，对这些臣子，你看李靖啊，哦，包含尉迟敬德啊，这都有人告诬告他们的，这也是因为太宗信任他们，啊，好，所以你看，好多朝代都杀功臣，啊，当然这里面因素很复杂。啊，有的是功高震主了啊，或者是仗势自己的功劳太嚣张了，哎，有的也是谗言进来了啊，或者是君王自己嫉妒了啊，哎，怕自己被威胁了，这因素是很多，但是流言也是其中之一。啊，叫爱憎无所偏。啊，爱憎啊，没有偏私，这个也不容易哦。啊，大学说的“好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者，天下鲜矣”。啊，我们自己有没有曾经警觉到？啊，比方说你看这个人不欢喜，啊，刚好大家聊聊聊聊到他了，哎，你在那啊批评，批啊批啊。突然有关照到自己的心念，然后停下来。大家有没有这个经验？哦，假如没有，就是你们从来没有这样啊。要不就是我们做的时候没关照到。嗯，好，天下鲜矣哦。不容易哦。哦，伊斯兰圣训啊，这老和尚还有把它写成墨宝，这都是一来护念我们修行啊，二来阐扬宗教啊，互相学习，哦，不要自尊大，这样就很难团结。好，第一句在憎恨。于喜悦的日子说公道话啊！你憎恨这个人，但是你不会这个啊，因为这个憎恨呢，哦，你就啊一味的就否定他，你还是能看得到人家的优点在哪啊？所以你看古人很多。啊，国君问他，哎，谁可以来做这个父母官呢？他一推荐，是跟他有仇的人。啊，哦，那皇上问了，哎，你不是跟他有仇吗？皇上，你是问我啊，国君，你是问我谁适合吗？你看古人还是挺可贵的。哦，你不能高兴了，讲话就有所偏袒啊！
接近与我断交的人，照顾与我绝情的人，原谅对我行不义的人，这个才是度量啊、哦！而且呀、啊，这么做才能呢、啊，转冤亲为法侣啊。这个转很重要，转烦恼为菩提啊，人跟人的关系也要转的、啊，转恶缘为善缘为法眷属啊，哦，所以这伊斯兰圣训呢、啊、很重要啊，要这么去处事啊。好，爱憎无所偏，悠闲工人之恶啊，这个闲是。防止限制闲我们看这个字就知道了你看门有个木头拴住了哇这很紧密了所以这个是悠呢是私下相处啊谨防指责别人的短处会有数人之长聚会啊，多说别人长处，而且你私底下不要议论人，哪怕有时候你在议论，你也没有指名道姓，可是你议论到的，比方说，哎呀，你看那个，你看他以前啊，那地位这么。这个比较下贱你看做那些什么挑粪的工作有可能在做他祖上可能就有挑粪的。你就跟他结了很深的怨。所以或者你说哎呀人要清廉一点啊不要贪污啊我在座刚好有人曾经做过的。你是不是意有所指啊？他可能就找你麻烦。所以在与人相处啊，话不要太多，言多必失，而且话多就是太浮躁了，很容易讲错话。刚好人家谈到什么我们顺着然后又以政治政见来供养，你就不会啊。无意的去招惹到别人。而且你看聚会多说别人常住人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欲失眠。有负我者啊我又加厚焉。有辜负啊我的人我对他更加宽厚。有疑我者啊，我又加信焉；怀疑我，我对他更加诚信。其实那个怀疑都是一时的，会变的。日久见人心啊，人家的信任呢、啊，不是要求来的啊，是自己做来的。君子耻不信，不耻不见信啊。患难。必相及这个别人有患难灾难一定帮忙行浅德而不有立浅功而不明行浅德这个是暗中施恩于人不求回报立浅功暗中成就好事不求人知。其实这个就是很有道义。他觉得义者应该的他不放心上他也不可能去标榜自己。知之为此以没其身
吾有与此人交而正之者也。刚刚讲的这些处事的涵养，都能勤奋不懈，刚刚说的这个都要下功夫才做得到，而且终身没有改，哪有与这样的人结交啊，还会憎恨憎恶他的，不可能。老和尚也说，跟人相处得不到社会大众的谅解，一定要回过头来反省自己，自己可能德行还不够服人。139句，这个也是孔子教导的。义者三友，损者三友。有直，这是正直。有量，量是能体谅、能宽恕人，度量大。常能包容人呢，才能让人家的善根呢，自然的显发出来。叫愧之啊，小人可使为君子。讥之，君子可使为小人。那这个惭愧都是因为你能宽恕能包容。不苛责于人，触动他，感动他的。有多闻，那这个是这个见闻很广博了。所谓听经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你们有没有遇过，你听完他讲话觉得，哎呀，真是胜读十年书，有没有这个经历？有啊。好，进一步你要想，那你有没有常常去找他？师爷，这个难得，可贵，这个弟子会说，果仁者人多畏也。他是有威严的了。但是一般的人不会主动要去亲近。所以你亲近这个人很有收获，你还很主动啊。这个是很难得的善根呢。这个损者三友啊，是有偏僻，有善柔，有偏佞。这个有偏僻啊，就是善于迎合他人。那等于是很会奉承，这个就是比较足恭，他一些动作呢就很刻意，这个善柔呢，这个是好像是孔子说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某亦耻之，这个有善柔啊，就是令色，他善于和悦啊，柔顺的姿态去奉承人，这个有偏佞啊，这个是巧言，就很善变。所以这三种朋友啊是会损害德行。第一种是会谄媚逢迎。第二种是会
为善，去奉承人，哦，就是表情啊什么都很会，哦，讨人家高兴，哦，哦，还有第三是有偏佞是巧言善辩，哦，好，我们再看呢140句。是不是暖气来了？对吗？啊，大家现在洞察环境的敏锐度要高啊，像我昨天就不够高，哦，那个开到三，半夜醒过来，衣服都是湿的，哦，所以大家针对自己的状况啊，那个暖气也不要太高，不然其实也很耗电的，啊，看怎样能。你们昨天晚上有暖气吗？我没开了，嗯，对，你们对环境的敏感度比我高，昨天温度有回升了，没前两天冷了，嗯，好，140句啊。啊，见善必自存也，看到善行啊，啊，存是啊，能够放在心上呢，去省察，啊，啊，甚至于是去效法别人，啊，必自存也，啊，就像跟大家举的王善人。哦，他听完一个有德行人的故事啊，他那个精神就变成他的精神了。见不善必自省也。好，哦，看到不善呢，哎，戒慎恐惧啊，反省检点啊，应以为戒啊，哦。李老有说啊，见人有善呢，不嫉妒，要随喜，好，所以我们要做到第一句啊，要先放下嫉妒心啊，才做得到。啊，随喜之外啊，进一步效法他，好，啊，见人有恶，啊，不批评，要规劝，善相劝，德皆见。或守默啊，因为你要劝他，也要确定啊，他对你的信任够不够啊，啊，或者他能不能接受啊，啊，不然你可能一劝结了怨的也不好，啊，要规劝或守默啊。假如信任不够啊，那我们先正己啊，提升自己啊，信任够了，甚至感动到他了。才好劝，好，这个见不善呢，必以自省啊，确实是很重要。啊，有一位大儒啊，唐经川先生说的一段话，啊，说需刻刻检点自家病痛，病痛就是自己的毛病，盖所恶于人。许多病痛处，若真知反己，色色有之。色色就是都有，每一样都有。啊，这个我们其实可以关照。啊，比方说你现在很讨厌哪个人，他那个缺点，我们或多或少还有。啊，诸位同学，你们假如不认可这句话，你们把你们实际情况可以写给我，啊，私底下发给我啊，我和你们讨论一下。古人这个话真的很有道理，或多或少，除非你完全没有，哇，完全没有啊，你的修养不一般了。
因为完全没有，就是你贪嗔痴慢没了，不容易的。可是今天，假如你很讨厌这个人，结果他身上那个你讨厌的毛病你也有，你就不好意思了。得先改自己的，哪还一直在批评别人？好，故非我而当者，无私也。好，哎，批评指正我，又很恰当的，哎，这是我的老师了。好，我们前面说先明有言呢，啊，以前的人有讲到啊，人有恶难。乐闻己过者难，好，再来以恶告人者难。你要提醒对方的问题啊，这个也要琢磨的，要考虑到不少点，所以很不容易的。所以你去体会到哦，他费尽心思来护我啊，你就会珍惜他给你提醒的。哦，所以这个他这个荀子讲到了，哎，这是我的老师啊。哦，啊，视我而当者，啊，视是赞成肯定，好、哦。肯定赞同我又很得当的，哎，这个是我的好朋友，他给了我鼓励。当然了，孔子有另外一句提醒，训语之言能无悦乎，义之为贵。训语是一些肯定的言语，当然听了之后很受鼓励，但是要义之为贵的，我可能没人讲，人家讲的那么好，人家只是鼓励我，这样你才不会自满的、哦、所以孔子你看在论事都论得很深很远的、啊、法喻之言、哦、就好像这里提醒了，非我而当者能无从复，哎呀，谢谢你提醒，但你不能那种感谢是做表面的，要改之为贵啊，人家有人生阅历的，他会看的。哦，你不是只是装一个很欢喜接受的样子给他看的，进一步你要回去真的改了。哎，人家可能就想，善哉善哉啊，啊，孺子可教也，人家才会更愿意护念你的。啊，我是感觉啊，自己所处的年代啊，也会形成自己啊，做样子给人家看。啊，因为我在都市成长，功利啊，急功近利啊，就会很希望哎，别人对自己好的印象，将会落入啊，刻意去做样子给人家看。连那个道歉可能也是一个样子，哦，这个都要自己看得到，哦，所以这个《维摩诘经》说，直心是道场，无虚假故，就是发自内心的，不是做个样子给人家看而已，哦，好，谄媚我者，无贼也。谄媚奉承我的人，哎，就是祸害我的人，啊，会让自己更自满了，不自知了。啊，其实我们会接受人家的谄媚啊，可能我们还是好名的心比较重。你名利心都放下了，那就跟这谄媚的话不相应了，好面子好名
人家才有机可乘。好，这个刚刚讲到这个流言无所受，不要听信这些谗言。但是谗言怎么来的？谗不自来，因疑而来。你先有疑心了，他才进得来。见不住自入，这些离见的话，见不自入啊，趁隙而入，你有空隙了，他才进来。所以为什么说行有不得，反求诸己？有时候我们遇这些事，哎呀，都是他们离间的。可是你假如家里人呢、团体里面，大家都是信任的，没有空隙可钻的，也进不来。我们有时候在检讨过去的事啊，都容易都觉得是别人有问题。哎呦，这啥时候是开的？我没有确定好。好，原来刚刚是这里一直开的，为什么会那么热？因为我刚刚一看没有亮，我就以为没开。所以想当然了，还是要确认一下才对。所以你看我刚刚才说都会觉得问题在外面，其实问题在里面。都想着你们那边暖气太暖，其实这里没有检查。哎呀，惭愧惭愧，看自己的问题都看不见。好，所以这孟子说：“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家必自毁，而后人毁之。”根源呢，一定还是在自身上，不在外面。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啊。